咱们继续下一局，这次依然是由装甲车对战灯神，装甲车还是开场就选出了他的七甲射，哎，跳刺进攻，打到板面跳地，蒸汽拳打浮空，落地清水追加，一把抓住摔一下，到板面之后还是被一个升龙顶飞，这一次灯神也是变本加厉，把这个他的超强主力板千良选到了第一位，哎，快手闪身清水清飞跳地，一个炮拳没有打到，已经被板千良给预测到了，飞前叫一个波，天地霸王拳再给他一拳，用波取消对手，哎，对手起身，看七甲车还能不能再次用这个打法连出来，重拳重击继续压制，哎，顶过去再来一个波，七甲车继续进攻，前脚点杀，双方相杀，哎呀，但是还是被抓了一下，然后小跑重拳重击蒸汽拳打到板边，板气凉懵了，落地追加摔结束，直接结束，下面进行到下一局第二局，而来看灯神的特瑞，灯神这一次好像换这个主力了，哎，能量冲撞倒也提，碎石踢到板面一个大灌篮直接结束，双方再次进行到下一局，进行到下一局第三局，我们来看装甲车的猴子出场，哎，特瑞直接暴击碎石踢到板面以后再来一个后撤，来看碎石踢继续压制，重脚踢开滑步，碎石踢继续打破防，哎，猴子大灌篮顶一下落地超必杀中的起飞，哎，滑步，然后再来一个能量冲拳，能量冲拳两次大灌篮一下落地，要不要追加一个底波，哎，他真追加了一个底波，现在将他直接拿下，特瑞也是在预料之内了，打这个猴子，因为打猴子特别压制能力特别强感觉，现在没有来到装甲车莉安娜这里，后撤特地下步进队快速闪身，哎，滑步接能量冲撞，但是还是被反一下，落地手到半月斩水石梯跳特地跳特地两次，然后手刀没有接住，特瑞再次给他一个抓摔，哎，打到板面倒也提又给了一套，哎，下不清手跳重腿进攻后撤，还是被一个半圆斩打飞啊，倒也提顶一下，还双方开启了一个游斗，这一局并没有进行一个狂连啊，对，并没有进行狂连，而是选择了一招一式的打，特瑞这局并不占优势，因为毕竟是第二个角色没有强反，莉安娜就不同了，莉安娜这一局速度快还有强反，现在双方进行到第五局，第五局来看灯神的这个 King 出场，哎，开场就中了一个半月斩，落地追加摔，摔到板边一个必杀炸一下，又炸了一下，哇塞，这一次 King 也用一个镰刀腿确认一个必杀呀，现在十六连过来看莉安娜还能不能再次抓到突破点，哎，勾腿没有勾到，下步进腿没有压住，手到半月斩结束。点个关注再走呗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